觉得你跟睡美根本是绝配啊！既然你那么迫不及待，那就毕业赶快结婚结一结算了啦。嗯。哎，怎么好像结婚啊？被你说的好像肚子饿一样。不然嘞？难道你不喜欢睡美当你老婆？哎，我记得你说过啊，一个有孙艺美的家应该很不赖吧？是啊，我到现在还是那么认为。不过我在想，一个有我的家，不知道一样会不会不错。放心啊，我相信你可以的啊。哎，是吗？倒是你，为什么一天到晚吵着要离婚？这个问题小弟代劳就好，因为富邦心中没有爱呀、啊。哎，别把问题牵扯到我这边来啊！总之啊，金口，你跟孙艺美啊，千万不要拿我当做是前车之鉴啊。哎，不对，一定要拿你当前车之鉴啊！你看，娶了一个不爱的人，这问题就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娶了一个自己爱的人啊，就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？结婚，生小孩，再生小孩，然后啊，我们努力的赚钱，把小孩子抚养长大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老了。喂，你怎么把结婚讲的好像那种就是忘了放盐巴的饺子？哎，加点酱油就好了，把饺子都下了，对不对？丢掉也浪费嘛。加点酱油，沾一沾，咸一点，哎，就好了。嘿嘿。哎呦，狗嘴吐不出象牙的冯拍熊，好像牙齿渐渐长了出来啊！看样子啊，情书写多了，那个逻辑啊，越来越清楚了。难得难得。哎，可是你们不觉得吗？一个大学毕业啊，嫁给一个国中毕业，这个社会不会投以异样的眼光吗？声音啊，呼叫器哦，我哎等等，你什么时候办一个证没跟我讲啊？干嘛跟你讲啊？不，没事，我可以 call 你啊。没事，你 call 我干嘛？好玩嘛。哎，就，划时代的科技产品，呼叫器。划时代老人的产品吧？屁呀，哎，这东西超方便的。如果有人要找你啊，就打电话，就是抠台，抠台就逼你啊，逼你，你就知道谁要找你了。哎呦，怎么那么熟啊？现场有些大老板都用这种东西，我没有，我也现在也是个老板啊。嘿嘿。喂，哎，你代号是什么？你干嘛告诉你啊？改天的我用，我去申请一个的时候，代号再跟你讲，这样我就可以抠你啊，你可以抠我啊。你要呼叫器干嘛？每天就是你家我家面瘫了，谁会找不到你啊？不是，人家可以 call 我，然后我可以他们叫牛肉面叫饺子用 call 机啊。那面瘫不就一支电话了吗？笨蛋。哎呦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那种电话是跟 call 机一样带在身上的？嗯。哎，怎么不回 call 啊？一定是你啊。蓝色的钮，帮我按下去。快一点啦！关机耶！快按。陶大哥，还是沾点酱油吃吃吧。嗯。酱油，我去拿去。你这家伙的牙齿又长回去了啊！夸不得，夸不得。我是1688，请问谁留言给我？1688，你有13通留言，都是妮小姐，希望你赶快回电。钱也不乱发脾气，
这样可以了吧？以后我绝对不会要你调单位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这样可以了吧？都不理我好不好？你要不理我，你知道这样没羞没臊让我提心吊胆的，你知不知道提心吊胆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？我拜托你不要让我害怕好不好？家人都吵醒了，医生说老是想哭，可能是怀孕的不适症。我爸一定很高兴的，啊，那你呢？高不高兴啊？我当然高兴啊。还生气啊？哼，哪有？而且那天明明恼羞成怒、转身就走的人是你耶。好，是我。一美。嗯。啊！我是你养的小狗，你叫我过去我就过去了，不来呀。我要送你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眼睛闭起来。什么？哎，你很怂哎！这个是最新的科技产品呼叫器。栽啦，谁不知道这是呼叫器？我是问你送我这个干什么？你可以放在身上啊，你就照它上面的电话号码打回call台，你就知道谁找你了。我拿这干嘛？看，我的代号呢是5410，你把它记成我是议员，很好记吧？你的呢是2266。二二。为什么我的要2266？哩哩啦啦，很好记吧？哪里好记啊？又不是我的生日。开机一下哈，哎，有人call你哎，去回一下。怎么会有人call我啊？又没有人知道我有这个。去就对了啦，快，快去，快去。几号啊？它上面不是有显示号码吗？我是孙，2266啦，请问一下谁找我啊？你好，2266，哎，是有话说，我爱你。哦，谢谢哦。
谁 call 你啊？啊，无聊啦。哎，一般正常的女孩子都会说好浪漫哦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啦，我就是不正常啊，才会跟你这种不正常的人在一起啦。哎，太好了，负负得正，所以我们都很正常。屁啦！哎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，看看怎么call我啊？干嘛试啊？那么简单，打过去留个话就好啦。哎，好啊，我call，借我一块。去那边等，不要偷听。进。我是22266，请帮我留话给5410，请帮我转告给他，请他务必要来我的毕业舞会。就这样，谢谢。你好，5410谁call我？那麻烦你帮我留个话，就说我看看。什么？你看看啦？我只要看看那一天店里可不可以休假嘛。可不可以修你都要修、欸、我这一辈子就念这么一次大学，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毕业舞会，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呢，是非常重要哦。那你就跟你同学去玩啊，我不喜欢跳舞。重点不是喜不喜欢，重点是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支舞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每一个女孩子的心中啊都住着一个灰姑娘的梦，不管是胖还是瘦，丫鬟还是卑女，我们都会想要有一场像梦一样的舞会。到时候啊，心目中的王子就会拉着我们旋转，那一瞬间我们都会是仙杜瑞拉。而且倩也有说过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选择人生中第一支舞的舞伴。都不知道跟你在一起以后啊，我有多开心，跟富邦参加舞会的那一次被警察搞砸了。就算以后你不娶我，就算总有一天我们分手了，我也要你陪我留下第一支舞的回忆。只跳一支哦。没关系，我也刚到。这是刚在火车上买的，没喝。谢谢。这些是我刚看完的，你先拿去看。谢谢。啊，要还你的书在我家，我现在回去拿。没关系啊，不急。
你是不是想问我吴姐最近怎么样？孙艺美最近怎么样？其实我最近很少回家，据我所知啊，她最近每天都在学校做毕业公演的道具。是哦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孙艺美明明可以去演女主角，为什么跑去做道具？全世界大概就只有你觉得她可以演女主角吧？是吗？听说她一上台啊，就会同手同脚，台词怎么背都背不起来。你呢？我什么？最近怎么样？功课还好吗？有没有男朋友？还是老样子啊，不好不坏。追我的我看不上，我看上的又不追我。干嘛眼光那么高？是我眼光高吗？应该是他们没眼光吧。其实人生也不见得一定要谈恋爱啊，像我这样子也很自由。也是啊。你呢？到现在还不肯对我姐死心啊？我是很死心耶，可是这件事我应该算已经死心了吧？那你怎么还不谈恋爱？跟你一样，不谈恋爱多自由。哦，原来我们也有共通点哦。我们的共通点应该还蛮多的吧？喜欢看书、聊天、写信，有正义感。那这些共同点还真的是很大众化，十个人里面有八个都是吧？也是哦。不好意思哦，没有收集很多你想知道的情报。不要这样说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当然是我的责任啊，是我破坏了你的恋爱。就算你不来破坏，孙艺美啊也不可能喜欢我的。那可不一定哦，你人那么好，长得又很帅，如果是我，说不定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赞美，对不起，耽误你的时间。不是不是啦，是我有点尿急。那你赶紧回去吧，下次见。赞美。啊？我最近要开始准备托福考了，所以假日要加紧时间念书。那我就收集好情报再写信告诉你好了。你要出国念书哦？我想申请伯克莱。哇，好棒啊！所以啊，到时候我们家应该会办美国移民。那就祝福你、猪妈还有朱红。我会在那里等你。啊？加油！希望你能来找我。别让对身体不好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姐，你听过伯克莱吗？美国那个伯克莱大学啊。如果有男生跟你说他在伯克莱等你，你觉得这是不是在跟你告白啊？我想想哈，我在伯克莱等你，所以这个潜台词应该是我希望你来找我。对哦，是告白哦。谁在伯克莱等你啊？说啦，谁在伯克莱等你啦？可是我怎么进得了伯克莱啊？这比考大学还要难十倍，哪有人的告白跟考试一样难啊？真的是一只猪。
不觉得人家是猪哦，我在觉得吼，他一定是给你激励，给你鼓励，让你不要看清你自己。是吗？当然啊，我是你大姐，我吃的糖要比你多得多啦。可是，就算我考得上，我也没有钱去练啊。美国哎，孙赞呢？不要难过，不要丧志，打起精神来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考得上伯克莱大学哦，姐做牛做马都一定要让你去念。姐，你好好哦。当然啦、啊，哎，我是大姐，哎，更何况以后，哎，应该还有大姐夫可以用啊。对哦，我还有几扣哥。屁啦，为什么一定要是他？哎，那你现在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在伯克莱等你啊？一个你不认识的男同学啦。能够念到伯克莱应该是很优秀啦。还蛮优秀的。长得怎么样？人品怎么样？都不错啊。哎呦，姐，我要去尿尿，我都忘记了啦。哎，姐，这个孙在美真是不得了，一教就教到伯克莱的。不像那个许议员啊，一点都不长进。孙艺美啊，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？真正的爱情跟学历无关哦。人家许议员为了你哦，连不想要参加的舞会都要去参加了，你还不知足？你不可以有这种俗不可耐的想法啊，知不知道？这样才是好女孩。